是狼毛，应该在那边。白大，受伤了，我没有恶意，我没有恶意的，别害怕，别害怕，嘘，你好，我叫马可。大家清理障碍物。别开枪！马队，刚那是什么品种大猩猩？你就别瞎问了。那你也太拼了吧，捡设备不要命。你知道什么呀？这设备非常重要，如果这设备没了，那我们还勘探什么？沙大美女，你可有所不知啊，马队这一次出来可是签了对赌协议的，如果弄不成，马队就要倾家荡产了。什么时候才能醒啊？打了这只针，他很快就会醒来了。老鼠，来大侄女。喂，芝兰。老马，你没事吧？啊，没事。我刚检测到936方向出现地震，需要支援吗？我部无恙，即刻返回。小可。
东人一模一样，你说他。小曼。害怕，我们没有恶意，这里不会有人伤害你的，别害怕，别害怕。你刚刚还欠我一个握手呢。喂，老板。哎呀，你就不要叫我老板了啊。你现在是我老板了，你看我花了这么多钱啊，让你带着勘探队到山里面去找矿，你嘞一点消息都没有啊，带着一家三口搞起旅游来吧啊，你要是再找不到矿就不要怪我不可。老板，你听我讲，事情不是这样。不是什么呀？是什么呀？什么是什么？你要干什么呀？啊，你们两口子这么多年组团忽悠我，你以为我不知道啊？你可别听别人乱说话，我们是真真正正的在找矿。刚刚找矿的时候还发生了地震，我为了保护这设备啊，差点就被巨石给砸到。不过您放心啊，这设备保护得很好，另外我们的矿主也基本找得差不多了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老马不要讲了啊。听说你那边有大型，还是超大的那种啊？真的假的？我们找矿的时候确实看到了大猩猩，很大啊，我长这么大都没见过这么大的猩猩。哎呀老爸，你看我还是没有看错你。这样吧，找不到矿没关系啊，找到大猩猩也可以啊，一定要抓活的。老爸，我现在已经找矿找的有点眉目了。哎呀老马，不要找那个矿了啊，找大猩猩，抓活的。老板，老板，鲍叔，你说他咋还这么虚弱呢？他是中了麻醉针，你当时睡觉了，这不到时候绝对缓不过来。哎，你咋这么关心他呢？看上他了？我们这叫格斗友谊，格斗友谊懂不懂？格什么格？当心把你命割了。小可，嗯，时间不早了，该睡了。我再待一会儿嘛，你看他这个样子。嗯，一会儿你爸回来看到你就得训你。哎，那我就先走了，我最怕他叨叨了。早点睡。哎。哎。不是，我这就走，拜拜。这还老鲍，明天把那衣服给他换上。好，放心吧。